歌前你都不要往下看，到 pre-chorus 那边的时候，眼神可以慢慢的往前，然后到副歌的时候，你不是在站起来跳起来吗？你就这样直接站起来了。我其实是因为你可以接一个动作，这样子刚好就我在剧情上会比较好衔接。好，再一次。然后我不要你往上看，你往上看，我觉得视觉感情绪不对。对对对，不是说不好看，是因为跟这首歌情绪不搭。好，我来准备。